下面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这位是新东第二代儿女，他叫林帆。林帆从小就喜欢唱歌，喜欢弹钢琴。他15岁就是郭克强老师学声乐。他在中学时代就崭露头角，获得了香港校际比赛的女高音组的冠军。1986年，林帆曾任无线电视台《青春前线》节目主持。1991年，和孙富锦合作，获得了飞图娱乐歌唱比赛亚军。这是我们前林帆和大家先见面，好不好？你们好。很荣幸啊，今天你们两个当司仪放在现场出席，谢谢，这个宝贵的时间，哎呀，我们是一家人来的，不用客气了。其实这个新中同学会，我已经参加了20年了。20年前呢，都还是叔叔阿姨，还有哥哥姐姐。20年后呢，我每一年都非常感动，越来越感动。因为我看到叔叔阿姨还是那么的健壮，那么的健康，那么的快乐，我很高兴。看我年轻的一代跟我们一起合作，我们非常荣幸。对呀、啊，谢谢你。对呀、啊，今天我们就好像一个大家庭的聚会，对不对？是。帮这个歌手，他的音色非常优美，而且他非常擅长柔和流行和古典的元素。他早在1991年呢。他就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，并且获得了金唱片奖。他还善于演绎不同时代的歌曲，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是当年大家最熟悉的歌，邓丽君小姐的《何日君再来》。希望我们年年相聚叙旧。现在我们请刘欢给我们演唱。谢谢林先生，谢谢阿姐，加油，谢谢大家，好，丁老师，谢谢你。OK， 我们接下来。
成功了。